眼下全国是气势汹汹，各行各业都在支持学生。如果我们用武力激起民愤，恐成众矢之的呀。何况吴佩孚那家伙也在虎视眈眈，随时可能跟我们翻脸。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做靶子呢？ 况且教育厅的人每天来催要教员的薪金，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不断的向北京的乡级高官告状。我认为洪水泛滥，当力求疏导啊。还有吗？你说的倒是有点道理，可也不能由着全程这么闹下去了，啊？ 要是断督办问下来，咱们怎么向人家交代？你说怎么向人家交代？您就是把他们放了，这帮学生一样不会安生。这些我都想过，那您还放啊？你看看今天那些学生群情激愤，就像发洪水一样，你越是堵，它越是涨，不如把它卸掉。 哎，大哥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有主意你就快说，你要急死我呀！长沙之学子多非本地之人，不如我让学校提前放假，疏散他们回家，剩下的学子也就先不起什么大浪了。好，好啊，老四，你这个主意出得好啊！四叔，难怪您是诸葛亮呢，高去。 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的罢课和游行要成为全国的一部分，你负责联络全国的各学联，掌握他们的动向。对，还有咱们游行的口号和标语，要和北京、上海等地相呼应。对对对对。润之，怎么样？中南女中的学生组织好了？我来就是这事儿。省厅刚下命令，通知各校提前放假。也就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学生们都要离开学校了。 张静瑶，没想到他来这么一手了，我还以为他真的为学生好呢。任之，怎么办？通知各校代表，到楚一小学开会。嗯。谁？我。 这两天没出门，外面的形势如何？这是最近几天的报纸。到招先生让我嘱咐您，这几天还是少出门。您那几篇文章很可能会激怒当局，而且最近很多不三不四的人总在您家周围转悠，我们怕他们找借口对您不利。以为在外面晃晃悠悠的就能吓唬住人吗？当我是谁啊？我是陈独秀。 蔡元培有消息吗？目前尚无消息。北大不可无蔡元培啊！蔡元培的处境与我不同，更为艰难，也难为他了。先生，李大钊先生让我来取。 您在这期《每周评论》上的文章，这周的《每周评论》只缺先生的文章了。先生的文章一到，即刻复印。文章我早就写好了，本想亲自送去，只是怕给报社找麻烦。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。 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？曹彰禄三人虽然有罪，但并非罪魁祸首。拿军事协定和合同，去换枪械杀南方百姓者是谁？现在百姓的矛头都直指那三个人，那三个人其实也是替罪羊。真正的祸首乃是更高层。陈独秀最新文章，最新出版的《每周评论》。陈独秀最新文章，给你。
给您，谢谢。最新文章：陈独秀最新文章，卖瓜贼只吃替罪羊。老张，这么说你的伤养的差不多了？嗯，这两天才觉得好一点了。啊，来北海之后啊，我只是第一次出门啊。你是替我受过，我心里总是不安。 所以今天特地约你出来转转，怕你在屋子里憋得烦闷。你知道我是替你受过，我便知足了。老百姓也不想一想，你我人微言轻，像对日借款这么大的事情，是你和我能做得了决定的事情吗？你看看这份报纸。 老曹，你现在怎么也看这种报纸了？啊，你先看看再说。陈独秀，这个人是陈独秀啊，他可代表了我们三个人的心声啊。陈独秀虽然骂我们是卖国贼。 可他却是看到了事情的本质。这个陈独秀啊，果然是才华了得呀！哎，他也算是咱们的知己了吧？只可惜啊，咱们是不能交这样的朋友啊。这篇文章一上报，也算是替咱们证明了。证什么名啊？ 这不，卖国贼的帽子不是还扣着呢吗？咱们这个卖国贼也是替别人当的。是，我这个卖国贼是替别人当的，这顿打也是替别人挨的。最惨的人是我。老张啊，现在咱们处在风口浪尖上，看来不辞职是过不了关的。 替别人挨骂，替别人挨打，还让我辞职，老曹啊，我觉得我真是冤得慌啊！就是就是，我辞职倒没什么，可你老张辞职，太亏了。你我共同进退，都不辞职，看他徐世昌。 怎么办？少徐来了，杜工。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，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？这个陈独秀什么人？这篇文章不是把矛头指向了都公您吗？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，现在整个北京乃至全国都议论纷纷，认为我是借款的幕后主使。陈独秀，查查他在什么地方，把他抓起来。是，杜工。记住，行事要谨慎，千万不要给外界留下任何把柔。现在的局势。 已经非常难控制了。是。进来。你去找个人来，手黑心狠眼贼，脑子好使的。前几条还好找，最后一条有难度。那符合前几条就行。
你要派什么用场？。轿子呀，这是！这人家这齐刷的，都照见影了，这都。这是英国牌子呀，嘿嘿，这不收费吗？这等等什么？哎，上车，得嘿，来。你好，我是林丹露。这小轿子是真地道，找你来有件重要的事。您说，有个叫陈独秀的，听说过，听说过，找到他住的地方，没问题啊，您就请好吧。那找到他住的地方，然后呢？看住他，等我的下一步消息。得嘞，我这就去吧。没你什么事了。我还有件事儿，说，我就想知道我这趟差事儿是受哪个衙门委托的呀？不该问的就别问。得嘞，我知道，是高层，最高层。别啰嗦。认识你非常高兴。滚吧。得嘞。呸！他们有这样托人办事的？老话说，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哼，我就是小人。很明显，当局就是为了阻止我们运动。我们学联刚刚成立，绝不能就这么散了。是啊，不能散。可是我们怎么办呢？有很多学生愿意留下，但是我怕达不到预期的期望。不过现在组织学生出去游行，确实有些困难。不能光靠学生，一定要发动民众。我在想，调动工人和商人加入进来。北京、天津、上海都这样做。嗯，在长沙。我们能够调动的学生也就两三千人，但是如果我们调动所有的商户、所有的百姓，那么影响就不只是长沙，而是整个湖南乃至整个中国，这就叫变被动为主动。可具体怎么办呢？抵制日货，发动群众的力量，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，给北洋政府施压，支持我们的代表拒签巴黎和会。太好了，哎，这样的话咱们就能打他那张静瑶。嘿，哎，这样吧，我想啊，咱们现在成立一个国货维持会，号召出去抵制日货。我同意，抵制日货可以让日本人在我中华无利可图。对，抵制日货，支持我们的民族工业。好，嘿，哎，但是啊，我觉得还是要把重点放在长沙，咱们把能留在长沙的学生组织起来，每10个人编成一组，走上街头。向商界和民众宣扬，不要买卖日本人的东西，把不能留在长沙的学生也组织起来，各地抵制日货。我有一个主意，我们同时搞一个自觉抵制日货大签名活动，凡愿意承诺不买不卖日货的人都来签名，这样百姓就会互相影响，签名的人会越来越多，抵制日货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。嗯，好主意。嗯，特别是针对商户。这签了名，就等于承诺。若遇到军警阻拦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我们不和他们发生冲突，我们只需要耐心地跟他们宣传我们行动的意义。这爱国不分军民，我们要团结的是所有人的力量。下面我宣布，由学联组成的抵制日货行动正式开始。父老乡亲们，请看一下。
抵制日货，热心国货。你看一下，为什么要抵制日本货？什么叫抵制日货？因为日本人仗着有钱欺负我们。来，仗着他们有钱有矿，抵制日货。只要占领我们的山东，大家知不知道，那山东可是咱们孔夫子的故乡啊！他们要是占了去，咱们绝对不能答应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绝对不能答应！答应！答应！来啊！乡亲们，现在我们国难当头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 抵制日货，我们不能让日本人赚了我们中国人的钱，反过来再祸害我们，是不是？对，抵制日货，乡亲们，反对日货需要大家团结起来，一起努力，才能显示出我们的骨气和力量。现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的同胞都在一起抵制日货，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，是不是？是，对，所以大家愿意不买不卖。 不使用日货的人，请到这里来签个名。来，我第一个签。我叫毛泽东，是修业小学的教员。这签名啊，我第一个来。来，乡亲们，我是中南女校的教员，我叫陶思勇，我也是福生百货老板陶敬轩的女儿。 现在我代表我自己和我们福生百货签名。我也要抵制日货，反对日本占我青岛。国难当头，买卖日货就是自己，大家都来签名吧。好，签，签，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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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签，抵制日货，抵制日货。我也签，我也签。我不会写字怎么办？没事，这位大哥，不会写字的乡亲们。 你们画个圈，按手印都成。只要大家出一份力就行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签手印。来，给，大家不要挤啊。来，我签。润之，你看什么？你瞧，这签名的。下一个，我也签。大多都是百姓，我也要。那几个做生意的，我签。好像都没什么反应。我签。是啊。来，我摁个手印。来，那怎么办？签签这儿，给你。看来这些商人。 还有我们一个一个的上门去做工作。哎，你看看，啊，这是不是思勇啊？哟，还真是我们家思勇。思勇怎么跑到督军府去了？ 我说这孩子这两天怎么不着面了？他是跟这帮学生去搞学生运动去了。老爷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没看这上面写了吗？督军府抓了一个学生代表。抓的会不会是思勇啊？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思勇啊，听你爹说你在外面搞什么学生运动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 前些天我们还去督军府请愿呢。哎呀，哼，这督军府是可以随便乱闯的吗？你们这些孩子啊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是在救国。娘，我饿了，你去给我做点吃的，行吗？好。救国？就凭你们几个小娃娃啊？还救国？所以我们要联合各界一起起来向政府呼吁，爹。 您不是常说吗？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如今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土沦丧而置之不理呢？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那就靠你们几个呼吁呼吁，那中国就不亡了。中国靠的是什么？是科学，缺教育，缺实力，缺实业。是爹。 我不否认你实业救国的理念，可是民众的爱国心也是很重要的。正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犹如一盘散沙，所以别人会看不起我们。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团结起来的话，列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。哦，靠你们喊喊口号，那列强就让步了？我们不只是喊喊口号，我们有实际行动的。实际行动？抵制日货。 抵制日货。
你知道，日本人从中国掠夺资源，然后把他们制成的产品又卖给我们，用中国人的血汗钱来充作军费，反过头来又来侵略我们的领土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个人不买不卖日本人的商品，把现有的日本货全部焚毁。荒唐！你知道长沙乃至全中国有多少商铺卖日本货吗？哦，你要叫人家全都拿去，都烧掉？切！爹，不是强迫，是自愿。抵制日货是为了表明态度。您想，日本人都要占领山东了，我们还在买卖日货，那我们中国人也太没有志气了。爹，您常常说实业救国，可如今我们的领土就要被日本通过巴黎和会巧取豪夺了。作为中国人，怎么可能不痛心疾首呢？这是两回事。这不是两回事。日本人为了他们的利益，不惜以强权占领我们的领土，我们怎么能麻木不仁、任人欺负呢？等到有一天，他们打到我们家门口了，那个时候再去后悔就全晚了。爹，您是省商会会长，这件事情您应该带头。我？啊。哎呀，你知道，咱家商铺里边有一半是日本货，哎，你让我全拿出去烧了？是。世界各国正在巴黎召开会议。你看看这个，看一下。日本仗势欺人，看一下这个，企图利用和会，谢谢，合法战火山东。我国民当拿出志气，鼓足勇气，共同抵制日货。各位商户，各位老板，请大家不要再买卖日货了。各位老板，他们五千万里张的，不是买卖呀。张先生啊，你查查我们店里现在还有多少日本货？剩的不多了。这新货不是还没到吗？还剩下羊盆10个，牙粉16盒，还有羊火10包，不，12包，还有2条日本烟。老板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人家都上牌楼那儿签名去了，抵制日货。切，抵制日货，你小子吃什么呀？哟，欢迎欢迎啊！您是老板吧？啊，不才无大貌。三儿，给同志们泡茶。哎，好嘞，不用客气了，不用客气了。您好，我们是国货维持会的，今天特地来做爱国宣传的，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抵制日货，支持国货。好，好啊！我们这些生意人呐，平常很少关心国家大事。哎，你不知道，这位同学。刚才你在外面讲的那些，我可都听见了。讲得好啊！啊，这是我们的学联会主席。哦，主席呀！哎呀，要不那么了不起呢？讲得好，讲得好！哎，吴老板啊，既然您支持我们，支持国货，那就加入我们国货维持会吧。好啊，可以呀，可以呀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来，您看看这个啊，好，来，你也来。哎。哎，吴老板，啊，您这怎么还卖日本东西啊？啊啊，三儿，下架。好，一会儿咱们到牌楼那儿签名去。哎，快下架！太好了，吴老板啊，您既然深明大义，我们就不用多说什么了。啊，我还得去别家，那咱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再见。啊，慢走。再见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你看，老板，咱真去签啊？签你个头啊！四友，你真的要把你们家的日本货全拿出来？是啊，要不我带你们来干什么？四友啊，
不愧任之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你这样做可把我们大伙都比下去了。既然是抵制日货，就要从自身做起。哎，四勇，你这么做有没有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啊？我父亲最爱国了，他一定会同意的，不用担心。长贵，哎，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一下，咱们店里还有多少日货呀？哦，这个呀，还有不少呢。大小姐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这样，你叫几个伙计把店里的日货都搬出来，装上车。哎，不是，大小姐，我再问您一句，您是把这些货送哪儿去啊？啊，我们要拉到教育会坪上烧了。啊，烧了！大小姐，您不是犯糊涂了吧？这都是新货呀。我知道，长贵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店里不能再卖日货了，知道吗？可是老爷那儿我，老爷那儿你放心，我会跟他说。你领着人去抄自己家的店铺，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？哎，你说传出去人不得笑死我呀？爹，我说过，抵制日货从我做起，我们这是给人家起表率作用，他们怎么能笑话我们呢？你，哎呀，你是真的越来越不像话。从我做起，也不能拿你爹开刀啊！啊，那多少钱买的？好好的东西，你一把火！哎呀，爹，你不知道，你没去现场，你是不知道当时的民众有多兴奋。比起这些，我们损失一点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老爷，电话。你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你以为那钱那么好赚呢？哼！喂，老头啊，放这么大火，谁惹你了？啊？哦，没。没人惹我，老刘啊！啊，什么事啊？还什么事儿呢？现在大伙都传开了，说你爱国明志，率先垂范，还让你女儿把日货都烧了。不，哎，不是我。你说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爱国也不能你一个人爱，不是？我，啊，嗨，你就别谦虚了。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从今天起啊，响应你的号召。各店呢，都把日本货从货架撤下来了。爹，是不是有人把您当爱国英雄了？啊？这个老刘，他也不听我解释，你看。那您就别怪我了，那些东西早晚是要烧的。你，别心疼了啊。张先生，我们进的那批货打款了吗？东家，咱们一直是货到付款的。嗯，你跟他们说，我们暂时先不进日本货了。好嘞。这两天销售怎么样？这两天不怎么样，没什么人。刚一小孩来买墨水，看见小扇子，就非说要抵制日货。这日货摆在这儿，国货也不买了。这都是国货维持会给闹腾的。三儿，哎，你把我们店里的日本货都清出来。哎，老板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三儿，端着，走。去哪儿？签名去啊。哦。黄主席，我刚把我店里的日货都烧了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我们请吴老板给咱们讲几句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吴老板不错。鄙人此举也是有感于主席先生和众位学生的慷慨演说呀！啊，正所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国难当头之际，抵制日货，反对列强。作为我们商人，义不容辞啊！好，好，好。
吴大茂百货今天自觉清场，本店全部日货，已是我湖南商人的全权爱国之心。好，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真没想到，连吴大茂这样的商人都能够有觉悟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看来啊，咱们这些日子的辛苦啊，没有白费。哎，你们听，彭黄的嗓子都哑了。哎。如果天天有这种好事儿，我成哑巴都没关系。这些日子，咱们湖南的工作成效显著，咱们湖南的任务暂告一段落，近期打算回北京去。啊？你要走了？对，我想我们需要把各地的情况尽快带到北京去。 心身后没人。黑云遮天，灰尘满日，北京城内再也无法见到阳光了。现在北洋政府又开始抓学生了，看来只能通过行动和牺牲来解决了。 过两天我要上街发传单。陈先生，现在局势越来越紧张，您可不能冒险呐！不，我一定要上街。直接行动和牺牲是我一直所倡导的。面对这样的政府，有行动就有牺牲，对吧？先生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要继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。 号召全国继续罢工罢市，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，释放学生。陈先生，您现在能做的就是以笔作武器，而不是去上街啊！不，单单以笔作武器是不够的，要更直接的行动。 真是为我们长沙抵制日货带了个好头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呐！我们学生联合会全体同学一致推选您为爱国商户，请您接受。好，谢谢，多谢，多谢了啊！里边请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张大帅，现在整个长沙城内，学生们在到处煽动仇日情绪，各个店铺也被迫加入了所谓的国货维持会。 大日本帝国的货物已经快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自从大帅署理长沙以来，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。要知道，我们日货进入湖南，大帅您是有好处的。可是现在我们日本帝国的商人十分愤怒，请大帅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嗨，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件事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。李氏先生。 你就放心吧，大帅啊！我想你可能低估了这次风潮。我为湖南的局势深深的感到担忧。这个维持会，到底是谁给他们的权利？您还是湖南政府的第一行政长官吗？就这么几个学生，能闹出多大的事儿？啊！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湖南还是我张静瑶的湖南。 那好，那我现在就正式代表大日本帝国，向大帅提出请求。希望大帅立即证明你能够控制局势的能力，拿出雷霆手段，制止这个风潮，逮捕那几个领头的。佐藤先生。 我看你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？自家的孩子犯了错误，该打该罚，我们自己说了算，用不着左邻右舍在这指手画脚吧。不好意思，在下表达方面有误，绝对没有干涉张大帅您内政的意思。
张大帅，您要的那批军火，我已经跟三菱公司打招呼了，相信不久以后就会运过来。佐藤先生，请坐。哎呀，倒也是，这学生要是这么闹下去，影响你我之间的关系是小，这要是影响了你我的生意，这损失可就大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佐藤先生，你放心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那在下就与张大帅告辞。请，请。他妈的，什么东西，跑到老子这儿指手画脚！大哥息怒，这次的事情是学生们不像话。学生再这么闹下去，我这个督军的面子还往哪儿放？其实抵制日货就是砸我们的买卖。这话怎么说？账房，国货是散的，日货是集中的。我们的商部垄断了日货的买卖。如果我们换成国货，不做日货的话，我们每天的损失是多少？17000块。嗯。17000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喜欢用计。用计。还有什么计啊？俗话说得好，擒贼先擒王。我一直注视着这帮小子，这里边最坏、点子最多的就是毛润之。如果把他抓了，你的意思是把他给抓起来？抓了毛润之，学生们会愤怒，反而引起各界的同情，得不偿失。毛泽东是谁呀？一个教书先生，他为什么这么鼓动？还不是想博取点好处。那你的意思是收买他？钱咱们有的是，有用吗？不光是收买，主要是离间。都是帮穷小子，穷闹腾的时候他们会抱成一团，我就不信当钱放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不开眼。当他们自己闹腾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不着大动干戈了。嗯，那就照你的办法，先去试试看吧。毛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四帅是来找我的？专程拜访。不敢。有什么话，里面说。嗯。毛先生住在这样的地方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哼。坐。啊。四帅特意登门，所谓何事？这是何意啊？毛先生，你我都是聪明人，有些话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你这么热衷于组织学生运动是什么目的？你我心知肚明。这里是1000块大洋，希望你能够收下。怎么，事嫌少吗？啊，不。不少。既然四帅慷慨奉赠，泽东只是觉得受之有愧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只要你不与督军为难，日后的好处还多着呢。既然如此，泽东就愧领了。嗯，四帅的心意我也明白，请放心。泽东绝不再做让督军为难之事。
建号佳音。王仁之，你无耻！我怎么无耻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接受了张庆汤的1000块大洋？是啊。你口口声声说爱国，现在居然接受督军的贿赂，这不是无耻是什么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跟你解释。不定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张敬汤给你送钱，鬼都知道是为了什么。这张四帅给我们钱，对我们来说那是好事。你还说是好事？是好事啊。认真啊，认真。哎，思勇，你怎么了？别问我，问他。思勇认为我拿了张敬尧的1000大洋，就不再与他为难。思勇，你误会了。你看看，张督军捐资1000大洋，支持学生运动。嗯，不好吗？对不起。张敬尧在湖南早已经怨声载道，这民众们只是敢怒不敢言。大总统，是为那3个人辞职的事情吗？我和钱能训总理也都会一起辞职。他是想借英美两国公使的嘴让我挽留他，还说什么要召开议会。他早就安排好了，议会断然不会同意他辞职的。